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非常感谢大家利用礼拜六跟礼拜天，那收看我们周一到周日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《台股七十二变》这个节目单元。那各位，您今天在收看节目的这个时间点，那应该呢我们在南部哦，台南跟高雄。那礼拜天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是在台北了。好，再跟各位报告一次哦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会在南部台南、高雄，那以及台北，就这个礼拜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好，我们会有一场说明会。这个说明会的过程里面，我每一位朋友，您只要有报名哈，来稍微看一下哈，我会送你这个随身碟，好不好？你的毛瓜你上我随身碟被冲啊！好，来啊，提看一下哈。第一个，这个随身碟里面，来，我们把这里放大哈，这里有没有一个3月22号固德哈一个档案夹哈？我把这个档案夹打开，这个档案夹里面打开，稍微再放大哈，来，这个档案夹里面打开有一个叫奇迹系统基本安装与操作，就是说我会把我们的软体含怎么操作，你要怎么去安装它，怎么操作，通通放在这个随身碟里面，安在吗？那你只要到会场，我就给你这个随身碟，那你就把它带回家。带回家之后，请你把这个随身碟就放到你的电脑、笔电上面，然后来看着它哈，你就去点选这个 Auto Run 哈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安装，就会把什么呢？把我们的奇迹系统这一套标准版本的软体，它就会装到你的电脑里面。然后呢，我就让你带回家验证，验证什么呢？验证什么叫5分钟 PSY？ 好，5分钟 PSY 的做法就是说，当它正50，那就来个半空，你知道吗？你卖草原哈，-50等于做多，不管整个市场是多头还是空头，我打刚都几把给你空，都给你多。你空头市场，我还是多；多头市场，我还是空。你讲安尼做哪会对？什么叫做对？所谓的对，就是说我的成功率到底高不高？我可不可以出手10次，最9次半？那么这个才是关键。所以再跟各位报告哈，面对每天的操作，我不管行情啦，伊安怎行啦，你就是高点空，低点多啦，那你就是台北股市的最大赢家。好，举例，来各位请看哈，这个是礼拜五嘛？那你告诉我，礼拜五台北股市是在跌在涨？啊，这明明就是在跌，不是刚在涨，在涨应该是往上的嘛。不，你问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你要问个小朋友啊，那这个是在跌在涨，因为这个当然看起来是在跌啊，对啊。那在跌该怎么办？要做多啊？啊，因为在跌做多，那你为什么不这里买？面对每天的操作，每天我现在跟你讲是每天，不是一天哦。每天的操作该怎么办呢？高点的给它绑空，低点的给它做多。啊，都好啊！阿边阿走，利用当冲 PSY 反转指标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说，哇，还买就这几耶？我都跟你讲，免钱，不用钱哈。您在收看节目，可能是礼拜六，也有可能是礼拜天，但先讲好哈。礼拜六我们是在南部，哈，是在台南、高雄；礼拜天是在台北，好，所以。你俩看到这部南部的朋友，今天已经是礼拜天了哈，阿里都免来，因为那是拜六礼拜哈。我们这次的讲座呢，我会提供你这个软体，好不好？我会放在这个随身碟里面。那么呢，我会把软体放在里面，那你就带回家安装哈，跟您做个说明。那如果说您还来得及报名的，也欢迎你稍待可以跟我们服务员预定你的座位。好，那面对这个操作，什么叫高点空？什么叫低点多？那又是什么东西叫做 PSY？ 好，所谓的 PSY， 各位请看哈，我们看即时的，好了哈，来哈，那块即时哈，来，这样是9904、9901嘛，它还在跳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又该起出来，啊，都安尼都，你就天下无敌啊！安尼在没？用哈，安尼是天下无敌啊！你就看着它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不，你就看着它，你感觉应该按哪走？我哪知道要怎麼走，你自己用眼睛看，你這樣看我也不想走啊。底下这个叫五分钟 PSY， 我把它缩小哈，这个叫五分钟 PSY， 看到没？也把它缩小 ，OK 吧？这个叫五分钟 PSY， 这个叫指数，好，我把它放大，好，你要看，好，来放大，啊，你看清楚对不对？好，什么意思？
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负五十。那该怎么做？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只知道说，当五分钟 PSY 它跌到这个负五十这个点，那请你告诉我，我在这里这个点哦，一般的趋势指标，比方说移动平均线啊、KD 啦、MACD， 一定是出现卖出讯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卖出讯号，你才个放空，啊，你干咩呀？不是我刚问你这个，哎，赢无啦？你讲真哪有可能呀？直接放空，啊，这样就是输嘛。好来，啊，正五十嘞，啊，这今天不是叫正五十，无这叫什么十？啊，这正五十嘞，啊，正五十嘞，底这个时间点收回趋势指标 MACD， 一定是怎么样？正五十所有的指标一定是翻正的，然后建议你你要进场，你要做多，你要买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就敢买进啊。啊，你敢买进了后嘞，爱就大跌啊，啊，就会输啊。所以没有那走，我讲几摆吼。第一个，我们的操作呢，就是每天我讲几摆，一个关键是伫遮吼，叫做每天，好不好？得得叫每天。我们在市场不是每天吗？难道进场一个等他三个月吗？不是嘛？咱逐天拢爱赢嘛。啊，你边要逐天赢，逐天赢一个趋势形成了，一个多头架构。节趋势形成了，节空头架构；节趋势形成了，这里在盘一个头部，或者是在垫一个大底部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趋势形成都到三到六个月，那请问你该怎么办？那很简单啊，每天都要赢啊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每天都要赢，每天的高点给它个半坑啊，啊低点被它做多啊，啊关键是被它拿走。所以我们的做法，全体会员哈，我讲一摆哈，我只有。一个当冲，一个点位，好不好？我拿两个，两个，我虎接近，好不好？我们每天操，我不跟你论述模组啦。我有二十组，我有十七组。这十七组里面有十七个，今天有十七个做多的点，十七个半空的点。我有二十组，我今仔日一天内底二十个点位做多，二十个点位半空。然后呢，二十个里面十九个都错，只会对一个，好。然后每天呢，找对出一个对的，拿出来节目上讲。我给你论述模组，结果被都听下来。我不批评别的业者哈，我们怎样哈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。我的做法就是每天就是一个当冲，全体会员就是只有一个当冲，一个点位。啊，你 OK 呗？如果是两个当冲多，市价多，趋势多，软体多。攻击多哦，转折多，这光是多，那个叫诈术啦。我就是一个当冲多，当冲空，一个点位，安尼有简单没？然后搭配五分钟的 PSY， 那特惠的部分才有流仓啊。全体会员就这两个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该怎么做就这样子做啊。来，您看一下哈。包括所有会员朋友，你一样哈，特别是新朋友，你就对照一下。来，各位请看，上图是从三月十四号三月十四，到拜五三月二十四，到礼拜五是三月二十四号哈，指数的行进，对不对？底下叫五分钟 PSY， 五分钟 PSY， 当它正五十就是做空，以的 key 嘛是个放空，还知未？伊咧落嘛是甲做多，这一定是要落做多，咧起就是甲空空空空空，就这么做。因为 PSY 本身叫反转指标，好，这从三月十四，我稍待会每一天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给各位看哦。我先把这一段稍微放大，好，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三月二十叫礼拜五，对不对？三月二三叫礼拜四。三月二二叫礼拜二，啊，这是三月二十一号，这个叫九九七二，请问有没有错？九九七二叫绝对空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九九，大家看几番号呢？三月二十三号礼拜四，我稍待哈，一直给你看噶，我们在下一段，噶二月二十四，打刚的哦。我现在讲是每一天哈，
每一天啊，所有的会员，你就要对照你的简讯哈，看是不是每天就只有一个当冲一个点位，然后搭配五分钟 PSY， 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的操作是如此的哈，三位以上当冲交易，请依照简讯操作。那怎么做呢？你就把它打开啊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子，我负责啊。好，那就叫不死啊。来拉近，今天是不是今天？来拉近，再近，再近。上面是昨天，下面是今天，对不对？今天是3月24号，昨天是3月23号。未拉高绩效，明天起含软体会员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当冲停利从25点改成30，停损本来是20点，变成25点，对不对？不关系，研究报告简讯，我一定跟你讲清楚哈。3月24号，今天是不是9889？这几分啊？这两不是8:45，我随便你。9889，9965。每天就是只有一个当冲搭配 PSY，PSY 没有出现也没有，有出现，那么我会参考它通知你。来，各位请看，3月24、3月23、3月22、3月21 ，PSY 正50、负50、正50 ，PSY 正50、负50、正50。啊，今天的当冲是不是在9889？9889是不是底价？啊，伊若无叫起，我停牌。啊，你这边来叫起，你无赢，我无叫你走，我嘛停牌。啊，就一个操作就好啦，好不好？那你告诉我，啊，你打给投顾老师拢安尼讲，所以，未花讲花红，未地讲地香，讲再多不足。礼拜六在台啊，礼拜六在台南、高雄，礼拜天会在台北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次的讲座，我会会场哈，各位，你只要有报名，任何人，你只要有报名来到会场的，我会送你这个随身碟。这个随身碟里面会有我们的标准的软体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我会教你怎么啊，里面就是点那个 Auto Run， 它就会自动安装哈，你就把它带回去，装在你的电脑，那你就去安装它。然后你就来，你就会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来，三妹，一模一样怎么做？就这样子做啊，就是每天高点空，低点多，好不好？我们稍待两分钟后，马上回现场。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当冲对险 ，PSY 软体送你验证，完美结合惊人成效。3月25、3月26，台北、台南、高雄现场 PSY 软体免费送，让您带回家验证。数量有限，请预定座位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变普通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陷阱评估，制度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当冲对险 ，PSY 软体送你验证，完美结合惊人成效。3月25、3月26，台北、台南、高雄现场 PSY 软体免费送，让您带回家验证。数量有限，请预定座位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。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
狼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？你看纯天然，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一样哦哈。来，我先看一下，3月24日是礼拜五嘛哈，23号是礼拜四。礼拜三、礼拜打刚 A 了哈，那么整体上涨的是9889，为什么是9889？好，再看一次哈。来，第一个，为拉高会员绩效哦，我们的停利停损各增加5点，好，本来是停利25，停损20，今麦开始改做30/25，哦，啊，今仔日是3月，礼拜五是3月20，8:45是不是9889？啊，你讲996啊，996都无搞啊，无搞都没有啊。啊，9889唔伫遮，来放大放大放大，哎，这最低点遮呢，遮呢，这下卡这里是这里，这个是9889，啊，你个变呀，我都唔知无变是变安怎遮变呀？3月24、3月23，因为我们的操作就是当冲搭配 PSY。什么叫 PSY？ 这个叫 PSY。什么叫 PSY？ 这个叫 PSY。什么叫 PSY？ 这个叫 PSY。1、2、3。哎，准的物件吼，一个就好啊，无需要20-30个啦。啊，20-30个，啊，你就做一个上该准的，啊，都一个上该准。我说我们就只有一个啊。来，放大哈。所以你昨天是不是3月24？求求你。照着简讯做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达刚的哈，3月23，3月23，9867，来看底下，来，这是不是这个？9867哪里错？是不是9867？好了，3月1，什么叫绝对高点？什么叫相对高点？好。9972就叫绝对高点，还在没？9859绝对高点，10256绝对高点，相对高点103939593，我赶快哈，50就叫绝对高点，45叫相对高点，9972呢就叫绝对高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3月21号，当指数攻到9972，当时。来，你看研究报告好了。3月21号，当天发生什么事？5分钟的 PSY， 连15分的、30分的、60分的。我因为我们只操作5分的，可是15、30、60是我们做交叉比对的，竟然全面都是空，这代表它是绝对空。你无论如何要空它，然后呢，然后它就一定会跌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嘛唔知边个跟你讲啊，啊，3月20，我好你看，逐天吼，来3月20。50，50，50，50，50啊！看底下，啊，是不是加刚？啊，你去看一摆，啊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这个，啊，这个是不是9891？因为这么一点点，你在讲什么？来，再看一次，啊，那边呀，啊，不是变呀，几点？啊，我无叫你平吗？我无叫你平，我停牌，我无叫你加康流畅，啊，加平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哈。我讲的是不死，我就负责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看他这么一点点哦，这么一点点有个三十点。啊，我有叫你留不？啊，有就有嘛，就卖个讲啊，你不要再我肖佑明哈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我一点跟你清清楚楚，全体会员加特别会员，对不对？好来，3月16。1、2、3，有没有错？没有错了哈。3月19，这里叫9718，
有没有错？没有错了。三位在戏，有没有错？没有错了啊。三位在杀，三位在杀，对手交易呀。三位切告停损，不啦，我有跟你讲停损没啦，一点五，我节目上嘛有讲，来第一个对我就跟你讲对。错，我就跟你讲错，我不会跟你论述模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当冲搭配五分钟 PSY， 对就对，错就错。啊，错我就跟你讲这一笔停损，来，你看标题，停损。那可不可以错？可以啊，没有指标是百分之百的、啊。PSY 长期以来它的正确率是90%，就是它的准确度成功率90%。90%你不能说做20次都对，他总会错一次嘛。三位车背全胜，我想说是每一笔啊。三位车七当然是全胜，不用再说了。三位车六维持全胜，三位车三破纪录，所以才会有那一次错啊。他成功率已经超过95%了，他难免要错一次吧。-50%正50%-50%正50%，这是三位切一个三，我看底下，我自己进减时间把它拉长，12345678，12345678啊，懂了嘛？创纪录，都有个唔知要安喏，你讲小米闹人遮厉害，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啊，我都跟你讲，这个礼拜六我明天送你啊，你是会员的，你有软体的，你自己来比对。不是这个样子，我停牌。不是五分钟 PSY， 有六分、八分、十分、二十分，我停牌，就只有一个叫五分钟 PSY， 我就给你验证嘛，你就带回家，你不用来公司看嘛，因为过去都有朋友会来公司，哎，我想看一下软体，我就一次给你，你就带回家慢慢看哈。这个礼拜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好了，3月2号，你就不要再想了，当时叫做每一笔。我说全中华民国迄个时阵是你上盖强，因为是每一笔，每一笔，你的三位车一，你还是胜，不然就是228连假，还是全胜。我们的操作，我不是要跟你讲我多厉害哈，每天当冲我只有一个点位哦，你不用再询问了，不可能有两个。我也只有一个当冲，没有第二个，没有什么价差啦，什么短线啦、啊、波段啦、啊、趋势没有，我就只有一个当冲，每天就一个当冲没有了，搭配五分钟 PSY， 为什么？因为每天无论如何想尽办法都要赢，都要对。那我怎么样每天都对？就只能在高点空、低点多才可以想尽办法每天都要赢。那高点在哪里？当 PSY 正50就是空， PSY 负50就是多。这个礼拜啊，不就9889 9961 9867，这个你眼睛有写出来的一定都有通知你，9972没有错吧齁。那整体上如果说你不客前来这一次讲座的，那么也欢迎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就今仔日甲明仔载吼，你今仔不管看这部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吼，来我先直接讲吼。如果你是礼拜六或礼拜天的，好，你没有办法来上课的，因为我现在无法度，我就无用诶，吼，我无法度每天盘中盯着盘看，我也不想装软体，因为我嘛无法度看软体啊，我哪有法度，大家爱去上班，我是免去看软体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是这种状况的，你是礼拜六、礼拜天的，好，欢迎你，你稍待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，你可以跟着做，怎么做呢？你可以询问我们，哈，你只要是礼拜六或礼拜天打电话进来的，除了当冲，除了当冲 PSY 之外，所有的操作含特惠的流仓，好不好？我会用 LINE， 我个人的 LINE 哈。亲自带你做，安尼讲了有单纯没？对不对？我得换 line 给你，好不好？ line 没有时间差啦，因为一般简讯大概时间差是2分钟。
什么叫时间差？来，再看一次哈、嗯。来，拉紧。以今天为例，被电器在高温，对不对？8:45，我通知我的研究员，研究员发简讯给我的会员，89889多99650，被电器在高温哈。一收到，一爱拍伊，打完字丢给我们公司的总务部门。我们公司不是只有一个老师呢，总务部门再打完字传出去给简讯公司，简讯公司看到了再发到会员手上，这个流程都要将近2分钟。那么 LINE 没有时间差，哦 ，LINE 没时间差，拉近哦 ，LINE 我这一秒钟发出去，你这一秒就收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办法到会场的，你也没有办法盘中看软体的，那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稍待，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天我会带你做，怎么做？高点空，低点多，我会利用当冲跟 PSY， 用 LINE 发简讯给你，亲自带你做。节目最后底下，祝好咱所有观众朋友上最重要的，还祝福你每一天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操作顺利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当冲对赌 ，PSY 软体送你验证，完美结合，惊人成效。3月25、3月26，台北、台南、高雄现场 PSY 软体免费送，让您带回家验证。数量有限，请预定座位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变普通肯定会成功，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进全股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抓破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看似平静的海面，却隐藏着致命危机，那就是离岸流。离岸流是因地形、潮水与破碎浪形成，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。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，以免耗尽体力。发潮或退潮时，海面上破碎浪多，离岸流正强，切勿下水。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？一、保持冷静。